跟我们见。 走了，走了，快点，走，快跑，走。林修雅，昊天，武将，小燕哥哥，他们会不会已经死了？不会的，他们自保应该没有问题。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 那边有一条非常窄的通道，那边空间小，只有在那里才能杀了他。一会儿我把他引过去，你躲起来。我也要去。快躲起来，快去，进去。
没事吧？要不走。那个虫子呢？哎呀，到处都是。啊，死掉了，死掉了。哎，没事吧你们？虫子呢？死掉了。你们刚才去哪儿了？担心死我了。我刚才跟虎家还有韩贤逃到洞子外的一个湖泊，那虫子喂水才没敢追过来。谁知道这虎家是个旱鸭子，一进到水里他就沉了下去。我们把他拖出来好一通救治，他才醒过来。那画面呢？那个嘴对嘴啊，我都不敢看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从虫子肚子里出来的，我们赶紧把它抬出去，离开这个地方吧。哦，好。哎，林秀雅，你那招嘴对嘴居然可以救人啊？什么嘴对嘴？你们刚发生什么了？你自己问他。我，那你呢？你刚刚不是和熊儿、萧炎在一起的吗？别提了，我进那个山洞七拐八绕的，没一会儿就迷路了。再走，居然出了山洞，进了森林，找了半天才找到我们进洞的山口，遇到你们。不好了，又生出小虫来了！臭家伙！哎，让我来看看。